都能够看到韩寒的身影。好，你要自我介绍一下吗？好，大家好，我是谢雨涵，很高兴今天可以来这里跟大家一起做公益活动。那我学鼓差不多学了5年多，那今天呢也是我第3次在这边，华山基金会做表演。那祝大家新年快乐，谢谢。好，那接下来韩寒所带来的第一段爵士鼓的表演是新年快乐，请掌声鼓鼓励，谢谢。
来的是大田后生宅，请掌声鼓鼓励。休息一下，我来发一下小礼物。有没有人刚刚有没有认真听我？